一个命，你们怎么少？你们怎么少？这样非得治你，非得骂你？我告诉你，非得治你，非得骂我！砸头，你中意就知道。你老卖老啊！我就一老，今天今天直接我就一老卖老。没事，他也是想个道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告诉你。我告诉你，钱有的是，我告诉你。他爹的话不是数。 我告诉你，钱有的是，你打他咋的？你打他咋的？老子是干啥的？我操！别说了，真的说的。我来，你中了就。我走在川委，我大家做好，咱们把安全带系上，所有的受到有安全带的，每个政委大哥的。记者，小儿子，大人是省文凭的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一给你搞起来，我就给你搞没地方坐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小儿子省台的记者。我们那边。 我们在哪？我们是一块的，你问问他们，你特意看。你问问那个小，问问那个大官，跟你讲道理，讲什么呀？不讲这些，我们是大法官。我们要讲礼仪，要讲礼貌，不要讲职业。你别闹了，你知道没有？谁要来不下二十趟，每年都要来。你要来，那你也知道懂得规矩，懂不懂？哎，你先炸！不懂，我们不说就你先炸！你打的吗？